这冒绿你拉那是咱家锯子。哦，我也是绿色。哦，啊，这是楼上两个是这个绿锯子碰着那木板儿弄，刀子是抓套的，卫生的干活说不太。这上面就老是晒个绿了。啊，绿不会就楼里边了，楼上两个套是连套的，你是楼啊楼不中。啊，要是出去再晒个绿，还不能一块儿出去。哦，哪个套？这几个这掉的就。看晓得了，哦，看晓得了。我说这个绿锯子先碰我这个刀了，你说，就抓套。啊，打绿抓这个绿锯子，绿锯子是到处乱跑。就是。那你就啥也干不成了，就挠在三个包里就挠。所以叫他俩就在家里头。哦。然后他一个拉上车去撇玉米去。啊，这地月子了。地月不月？有月子，有水子，不错呀。啊。但是吃惯了，吃惯了就赶上再撤。哦。啊。像这绿锯子，这今年买是不是就值钱了？哎，这活不值钱。不值钱。嗯。啊。原先不是这么修绿锯卖五千多。啊，原来卖五千多，现在不行。前年和先前年都是这。啊。这不行。去年买的嘛。这买的两千多，再多三千块钱。哦，就这怎么做了？便宜了一百呀，快。哦。哦。这这活要话是上学多了，教教嘛。啊，鸭子多了。哦，刚才我这个我原先这个人家绿皮多值钱。啊，刚才这会儿多了，啥多了？这就楼下交了，你说这。这会儿就是这个绿、哦、绿也不算太多嘛。哎呀，还有呢，是有话的这个。咱大木寨村鸭绿这样多。这还有个稻摊头，这几百个绿家有话。哦。一家。啊，一家几百个。稻。啊、哦，大户。哦。嗯。嗯。